文杰，我当了一辈子缩头乌龟啊！这事情都到这份上了，我总该为你们庄家，为你们父子俩做些什么吧？你放心吧，同志罗队长，我把图收了，你联系他们，让他们找我们。 罗队，很抱歉我蒙骗了您。我拿走洛神是为了引先生上钩。先生绝不会轻易放弃洛神。他为了这幅画，提前做了那么多准备。你是不是觉得先生也不知道金库在哪儿？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投石问路啊。这个先生呢，提前做了那么多准备，把一层楼都弄成那样了。 不就是为了洛神图吗？我。 将背负所有一切谜底和谎言，那些一语不发的人，你就难逃一劫。躲藏不进旧日的船，避不开谎言。如何旋风被折射的光，是非曲折欲盖弥彰。 黑白灰，分不得世界，万物伴作正中间，徒留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后湮灭。徘徊不见的分隔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，不挂耳边的人，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。 黑白灰，分不得世界，万物伴作正中间，徒留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。
后湮灭，徘徊不见的分隔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，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，光坠落停止不前，自如篡改的起点钟摆地垂，只想灰暗的空间，从未怀疑世界善恶的边界。